拄只分析内底，大家当了解讲啊，那国民党内底嘛有好人啊，啊有诶里长服务嘛真好啊，有诶地方派系宗教各方面拢对咱诶人民做啊做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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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模仿到失去意识。大家好，我是三 Q 单票员，今日真欢喜吼，大家当来看这集高局下诶台湾。台湾高雄哈，今日要讲的题目是呢，独派、花派、台派以及统派到底有啥物区别？首先呢，咱甲统派放伫边啊，因为这种，你知这种的笨手无需要讨论。但是呢，花派、独派甲台派是啥物意思呢？首先爱讲独派，甲中华民国当作是一顶帽啊，戴伫台湾人的身躯顶，倒伫着咱的语言，倒伫着咱的文化顶顶，拢受着中国。这个儒家的思想也好，还是讲这个华盛吼大中华的这个性格真重，这就是独派认为，如果台湾要打造一个国家的话，应该跟中华民国要有所区别。花派的部分呢，虽然因认为咱跟中国无同款，但是因戴着一顶叫做中华民国的帽啊，是永远的中华民国派，嘛就是现状。但是这个现状在民进党执政的时阵，也为中华民国变中华民国台湾。在国民党之前的时阵，也为中华民国变中华民国中国，所以在这个时阵呢，中华民国的花派，不管是党或对一党，伊某一个程度拢相信讲，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共款。那什么是台派呢？就是因为咱无法度用“中”这字来区别台湾甲中国，你也袂当用国共论坛呢，咱是国民政府，伊是共产政府来分辨。所以呢，在对方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政府，那咱这边呢，就是叫做中华民国的台湾民主政府。那呢，在这个政府所管辖的国民，拢应该叫做台派，就是我们跟中国不一样。那最后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统派，什么是统派？就是支持两岸同属一中，吼、哦，嘛就是有一挂人甲你讲什么九二共识、一中国标、一中党标。一中、台中、一中就什么黑白中啦、啊。那问题是，台湾人讲真正想要做中国人，是安那咱到这时，2019年吼，手机啊已经为 iPhone 一代出到唔来31代啊，咱搁咧讨论讲台湾甲中国到底是毋是同一国的人？各位出国拢讲家己是台湾历史的你，你袂感觉莫名其妙吗？刷落来呢，足侪人咧问讲，那你基进要怎如何打造台湾独立，也是台湾建国呢？其实伫基进的党纲内底讲了真清楚，咱第一个党纲叫做主权自主化，就是家己的国家由家己来决定，嘛就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那要达成这个目的呢，其实有足侪方法，包括着有人讲，吼，有一条河叫做此岸到彼岸，从中华民国人变成堂堂正正的台湾人。如果你若溯溪而上，找找一个独立的方式，伊就是这个包括。国际性的国际法、哦国际合约，以及第二届世界大战台湾地位等等的宣言，溯溪而上，找到最短路径，一脚跨过去，此岸到彼岸，台湾自主成功。另外有一种呢，是行到这个港口，吼、哦、啊去一间工厂啊，做钢材、做石油、吼、哦、做船，啊坐一只足大只的铁达尼号，甲所有的人拢载过，此岸到彼岸。那这种方式呢，咱讲叫做国家正常化。那基进会当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就是希望讲每一个想要此岸到彼岸吼，到迄个咱理想的台湾国家，也是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这个程度，需要伫这边的人，咱手牵手做伙想办法吼，啊来这个度过这个难关。所以每一个方法，咱拢支持，因为咱认为咱拢是这个战友，咱拢是做伙有共同目标的台湾台派。综合以上吼。台独伊是一个过程，伊是一个健身的过程。维持现状就是放伫遐无动。那统派呢，就是甲三聚氰胺、非洲猪瘟一直食一直食，甲你的身躯食到歹。如果台湾人想要强身健骨，就应该走向独立。伊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，是一个行动的过程。只要停落来，咱就会慢慢退步，就亲像减肥减到一半开始食粪扫食物，你嘛会开始大哭哦。什么是台派？台派其实伫这个两岸的论述来讲，就是我唔是中国人，你就是台派。你敢有知影这个郭台铭先生伊的国旗无啊？中华民国的国旗伫中国，伊原来个打马赛克，看起来像日本的国片。啊，包括周子瑜吼，伫韩国发展的台湾名称，
伊去中国，伊电影片内底揢着中华民国国旗，哈哈，讲啥物也爱出来道歉。所以这个事件拢代表一个代志，就是中国人完全无认同中华民国的存在。当当咱咧讲宣称家己是中华民国的时阵，迄个国旗阁袂当出现。2005年，林郑甲胡锦涛见面联合会，那过了无偌久，中国一边就宣布一个反分裂法、反分裂法，任何一个要分裂国家领土的。吼，拢犯罪，吼，拢会当用武力来镇压。那这个物件就是建立伫两岸拢是中国的前提之下，台湾袂当宣称台湾甲中国无共款。所以呢，伊的国际现实是安尼，台湾人认为台湾人甲中国无共款，但中国人认为台湾人，你只要敢讲你甲我无共款，我就要甲你处理。这个无共款有足侪层次的这个意义，包括着你支持台湾独立，台湾是家己的一个国家。包括着你认为你是中华民国，包括我拄则举的郭台铭，也是这个周子瑜的状况，甚至是安那，你认为你唔是中国人，嘛唔是台湾人，你有哪会去反列反分裂法制裁哦？所以伫中国的立场进程，不管你是花派、台派、独派，不管，只要你认为你唔是中国人，你就受到反分裂法的制裁。然后呢，你当作讲台湾人的对手，敢那有这个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，吼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政府。但是这上有一个新的中国作为敌人，但是倒来又还有一个旧中国哦，迄、那个旧中国就叫做中国国民党。历史的脉络看起来，过去伊倒咱吼来侵略台湾的时阵，叫做国共吼两个政府，吼国民党政府跟共产党政府。那然后呢，因就发一个什么国共论坛。那再来呢，在这个蒋经国的时间是不接触、不谈判、不妥协。但是到今嘛呢，咱一直提、一直提，提到两岸来交流咯，提到有反分裂法咯，提到直到中国国民党宣称要来跟你签和平协议咯。本来有可能走向两个国家的情况，到今嘛其实危机已经在眼前。所以台派的每一个朋友，咱不只有这个新中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敌人，咱也阁有倒来的旧中国爱处理，一票都袂当转给伊。伫拄则的分析内底呢，有人会提出反对的意见，但是中国国民党有个人嘛，对人民真好啊，服务真招文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宗教的部分嘛，含人民信仰的一致啊，包括着观光的所部分嘛，是真照顾着咱的市民啊。农民的部分，我哪会请中国来买咱的物件？所以中国国民党敢讲拢无好人？中国国民党拢无好人，我真地通甲你讲。是安那咱讲中国国民党无好人呢？因为一个政党，伊所有内底的党员，拢必须爱遵照伊的党纲来实现着伊政治的承诺。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将和平协议写伫党纲内底的人，嘛就是讲，如果你若转予中国国民党，就表示你想要做中国的国民。那你讲？台湾哪会今日这个状况呢？其实呢，在李登辉主政做主席的这个国民党内底，伊就想要推销着国民党本土化。伊其实无反对着中华民国殖民地啊，甲这个国号，但是伊希望讲国民党放弃这个反共大陆的这个口号，真真正正来伫台湾生根。李登辉认为这是延续着蒋经国的这个政策。吼，将遮个人，吼，将国民党的部属留伫台湾，变作是真正台湾的国民党。但是，伫2000年，阿扁也选到了后，伊就去予马英九逼宫，吼，该逼出来，逼出来了后咧，这个国民党本土的性格总共踢出去了，成立一个台联，甲遮个是个民进党的部分，形成一个所谓到将士，还佫咧用的叫泛绿。然后呢，恢复外省性格、恢复中国性格的迄个国民党，加上新党、亲民党，因就变作是所谓的泛啦。所以你到这时终于知影蓝绿是啥物意思呢？蓝是中国，绿是台湾。到即马，你阁会嫌人是小绿吗？你阁会讲人是青绿吗？你讲的是绿营侧翼吗？如果绿是台湾，你真正这么讨厌台湾吗？如果绿是台湾，那呢台湾的政党就必然是绿，哪些个政党就应该要将伊呐赶出去。如果未来是两个绿的政党，一个是理想型的进步政党，一个是保守型的这个传统大党，那呢这两个政党就会当比上较亲本土，上较爱台湾，上较有法度保护咱的国家，才有法度来讲到拼经济甲其他的议题。但是如果一个是台湾政权，一个是中国政权，那呢？
这两个政党永远拢无法度好好啊来讨论政治。就算有一个新的第三势力，你有还搁底下怀疑 ？Who are you? Are you Chinese? Are you Taiwanese? Are you Formosan? Are you 迄个 UU？ 我唔知。如果台湾的政治要好，台面上的政党拢应该是台湾的政党。那呢，迄个时阵都唔是大绿小绿之争，是深绿浅绿之争。所以呢，基进认为，综合今仔日以上所有的各点来做一个结论。台湾已是一个政府以上国家未满的状态。虽然咱认为咱有家己的钱，咱有家己的领土、外交、人民等等，但是实际上世界无承认你这个国家吼，伫国际顶端知影的人就足少。咱搁爱怀疑，讲啥呐？我好好的人去参加 WHA 的时阵，会变迄个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。参加体育比赛时阵，会变 Chinese Taipei 吼，啊，去到中国的时阵，必须要用台胞证吼，啊，这个规个精神错乱的情况，台湾人其实拢唔是一个正常的国家。咱基进党的名叫做 State Building， 意思就是咱爱做伙来打造一个国家，所以爱拜托大家反台派，不管你是华独，不管你是台独，只要你认为你甲中国无共款，那呢，咱就是一国的。至于这个国家到底未来国意要用对种，各国国旗国号要如何来打造，我想保护这条台湾海峡，证明台湾跟中国无同款，这就是2020之前台派必须要清楚做出觉悟的一个选择。所以在这要拜托大家 State Building Party 台湾基进党需要每一个人共同来打造一个国家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如果你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，那呢，咱就做伙来保护这个国家。如果你若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那呢，咱就来打造一个国家。即卖的问题就是中国要来甲台湾吞打，要拜托大家用你手头的选票，用无老火的方式来保护咱的台湾。这是2020上重要的选择。大家好，我是台中第二选区立法委员候选人大都屋里孙武峰。干！大家好，我是台中第二选区立法委员候选人单票为大。大家好，我是台中第二选区的立法委员候选人陈柏惟。我的选区有沙鹿、雾峰、大都、乌日、龙井。那希望呢，各位亲爱的乡亲朋友，全国的台湾人民，如果你嘛关心台湾的民主，关心台湾的未来，希望讲会当用我来作为恁的政治代理人，请拜托的支持一下2289控制处，2289控制处。好，12点之后不要打来，因为我睡了。Thank you 啦，拜托诶。其实讲讨钱，我做歹势，你着如果嘛无想要看到这种画面出现，你着紧管管诶啊。我们那个差不多就收了，先这样，拜托。